马天宇出道13年，演技却一直没有进步，即使杨紫也是带不动。但最新上线的《我的莫格利男孩》却失效了。可这回搭戏的马天宇却还是不温不火。马天宇为什么一直没有火出圈？剧中，莫格利马天宇是自小在森林中与动物们一起长大。他虽然是人类，但身上却有动物的习性，擅长跑步，抓起藤条就能飞跃，碰上了野猪也可以凭借矫健的身手制敌。林夕误以为他是碰瓷的，一直想甩开他，眼神是可怜巴巴的。在《亲爱的热爱的》里面，杨紫将重心让位于李现的男友力，如今小鲜肉的魅力不再那么有效，像李现这种具备男性气息的演员更受观众喜欢。邓伦，李现这人设不奇怪，仔细想你就能发现，现实中的马天宇给人的感觉也始终是个孩子。